我想清新簇拥你，眨眼对你诉说秘密，接近奇妙的境遇。虚空是愿望归属地，但即使平平无奇，我们不会被代替。在这段降落的关系里，我臣服你的温柔，让我忘记离开的理由。如果说这不是你的选择。这就你说准备惊喜？对，喜欢吗？小摊成了句点，黑暗中的我有些失落，护你走到爱情的翻篇，好像没爱过一笔概括，在伤心时靠着我，烟花下像什么。这个有点眼熟啊。这是你大学的时候送出去的心愿兑换券。对了，所以收到心愿兑换券的是你？对，是我。这世界太小了，那你收到兑换券怎么没跟我说呢？你也没给我机会说呀。也是，那你有什么想许的愿望？我希望宋延期永远健康快乐，再也遇不到任何危险。就这个愿望？这算哪门子愿望？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认真说。我没了。没了？怎么可能？那你想许什么愿？我愿望可多了，我希望每天都有好吃的，上班永远不迟到，最好能再中个彩票什么的。还有，我希望技术永远开心快乐。那我就希望宋延期所有的愿望都能够实现。